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艾边，今天要来介绍一个全新的 Inuk 全新的系列 Goodbye 小包斜肩小包系列。那这个斜肩小包呢，大家有看到它抢眼的外形吗？没错， Inuk 又再次推出了新的设计款的印花的花纹样式哦。看它这次是做一个很像编织麻花编织的造型，那个是经过 Inuk 设计师特别设计过的，然后带给大家一个温暖又活泼的感觉。那这款小包系列，小包系列呢，它非常的简单，它的外形呢就是我们的有一个造型的印花布，然后呢外面呢有一个可爱的奶茶色的 logo， 大家有看到吗？做一个俏色的搭配，是不是非常的抢眼呢？那我们打开一下里面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有做一个隐藏式的磁扣设计，所以呢它的吸力是非常好的哦，强力吸力的磁铁非常好，所以不怕东西会掉出来。然后呢，来我把拿下来，大家看一下里面的空间，因为是做一个斜肩小包的设计，所以呢日常你能装的东西呢，钱包啊、手机啊、雨伞啊，你看折伞都放得进去的小包，它的容量也是非常足够哦。内部呢是一个跳色的这个宝宝蓝的颜色，非常可爱。然后呢，里面呢有两个多功能的网袋收纳袋，可以收纳你的其他的一些小物品，还有一样也有做这个钥匙或是悠游卡的扣环在里面，非常方便哦。所以一样是一个非常麻雀巨小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这一段应该不会剪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的小包环哦。那背后呢，一样还有一个贴身的一个口袋，可以收纳你一些贴身的物品啊，像是你可能觉得出国玩或是去哪里玩的时候，机票啊或护照啊等等重要东西可以贴身放在后面，随手拿去。那织带部分呢，它小编发现它有小巧思，你看这一面是深红色，另外一面是橘红色，它做一个双面织带，我觉得这个织带是特别的不容易啊，应该是有特别的设计，非常的高刚哦。对，这是一个不简单的小包，虽然它很小，但是它很能装。然后呢，它有两个颜色，它有这个很漂亮的活力红，还有很漂亮的那个亮蓝色。对，那这两个颜色呢都是非常抢眼，推荐给喜欢比较亮色系的族群哦。谢谢大家，大家拜拜。